福宝的长长冲天炮竹子。奶爸为福宝精心挑选了一根极长的竹子，据说这能够锻炼福宝的手臂力量呢。瞧瞧聪明的福宝公主如何享用这比钓鱼竿还长的竹子。叮叮叮，福宝这个可爱的画面定然可以被用作 wallpaper。原来之前宋爷爷也曾制作了一根特长的竹竿钓鱼给福宝公主玩，由此可见福宝是经过爷爷训练的，所以对福宝而言这是小菜一碟 easy job。 오토붕어빵을낚았습니다붕어가물고기가 요동을 치고 있습니다. 낚싯대 끊어지는 거 아니야?